《大秦帝国：黑色裂变》第二章《国耻昭昭》。作为一个鏖战沙场的低级将领，景监确实不知道国府拮据到如此地步。公孙贾所说又的确是实情，一时间景监愣在厅中，无言以对。杜志一副颇为认真的神情。 我倒是可以将先君赏赐的三百金送给景监将军周旋，可也是杯水车薪，难以为继呀、啊。甘龙冷笑：“老夫也可拿出几百斤，够吗？”突然之间，一直在踱步沉思的秦孝公眼睛发亮，似乎因此而悟到了什么，站在案前良久未动，似乎又在盘算什么。 一时间，他目光炯炯的扫视听中道：“诸位，六国利剑已赐我咽喉，国家危亡绝于旦夕之间，我等君臣不能拘泥。春秋宋襄公恪守仁义，不羁半渡之兵，拜师辱国，一笑天下。然则宋襄公失去的，毕竟只是小霸主地位。今日不然，一旦……” 自缚手脚，老秦人就要亡国灭种。六国要灭秦分秦，最为歹毒的就是前后夹击，东方大兵压境，同时策动西方戎狄叛乱。那时候，老秦人只怕连回到陇西河谷的退路都没有了。他们要将老秦部落斩草除根，我等连投降都不会被接受。 这就是亡国灭种，请诸位掂量。猛然，他背过身子，肩膀一阵微微的颤动。一时间，举座动容，一股凛冽的冰凉骤然渗进每个人的脊梁骨。公孙贾抗声道：“君上抉择就是，臣等赴汤蹈刃，死不选种。” 他本是极少鲜明表态之人，此刻却是满面通红地喘着粗气。赴汤蹈刃，死不选种，是流传天下的墨家誓言，说的是墨家弟子追随墨子，每临危局，人人争先赴险，死也不会转过脚跟逃跑。今日公孙谷将这句誓言用在这里，倒是分外令人感奋。众人不禁齐声慷慨：赴汤蹈刃，死不选种。 秦孝公已经转过身来，声音略带阴哑：“赢渠梁的血，会与老秦人留在一起的。”君上，几位大臣连同景肩一起匍匐在地，哽咽不止。秦孝公长长的出了一口粗气，语气转为平静：“诸位，请起。” 老秦人也不是好欺侮的，我等还是得拿出个主见来，否则无颜面对国人。但凭君上抉择。大臣们异口同声。确实说，颈肩之计不失为应急奇策。秦孝公走下三级台阶，缓缓地踱着步子。重金，美女，重金是要害。 至于美女，有则也好，没有也无伤大局。国府所存五千金，不能动用分毫，那是秦国十万大军的命脉。另外，也不能向民众紧急征收。百年动荡征战，秦国民众逃亡过半，留下来的都是老秦人，他们已经快被榨干了，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，只剩下老秦人的一腔热血了。 国府再艰难，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。年轻君主说到这里，已经是两眼含泪，沉重的停下来，低头喘息。有请秦孝公抬起头，激昂的开口：“国难当头，今从何来？”赢渠梁身为秦国之君，愿将国君私库的两千金拿出。 再将宫室所存的周王室历代赏赐的宝物珍品一并献出，其余尚有缺额。突然，他不再往下说了。刹那间，正室堂大厅肃然无声，大臣们被这位年轻君主深深震撼了。自古以来，国君启用私库并献出所有库藏珍宝者，闻所未闻。 国君私库其实也是国库的一种变相形式，这些金钱珍宝主要有两大用途：一是用来供国君公事日常之用，一是赏赐有功臣民。因为这两种用途都由国君决定，而无需通过国家财政大臣，所以历来的习惯便将公事府库认作国君私库。秦国公事历来简朴。 国军的护卫、内侍、侍女、作坊工匠以及各种文吏官署，加起来也不到一千人。秦国国君的嫡系宗族也历来不住宫室，而是与所有的秦国大宗族一样，除了老幼女人在封地耕作，男子几乎全部在军旅之中，不要宫室供养。这样一来。 秦国公室私库的金钱的主要用途，实际上就是赏赐和抚恤战死的将士。对于一国之君，治下的威权少不得“官”与“禄”两个字，更少不得“赏”与“罚”两个字。国君府库没了金钱珍宝，意味着一国之君将沦落到对功臣赏无可赏的惨状，任谁想来都会心地发虚。 臣下天职是与君分忧，国君家徒四壁，大臣颜面何存？听众六位臣子刷的站起，一齐跪倒哭喊：“君上不可呀！”白发苍苍的甘龙浑身颤抖：“君上一国之君，岂能一贫如洗？请君上收回成命，甘龙愿献千金。” 左庶长赢钱愿献三百金，并家传蚩尤天月剑。长史公孙贾献三百金，岳阳令子岸献五百金，外加家传雷祖软甲。中大夫杜挚献三百金，景监大哭：“君上，景监唯有五百刀币。”秦孝公静静地站在厅中，没有一滴眼泪。 他再次向跪倒的大臣们深深一躬。如此，赢渠梁谢过诸位了。尚大夫，请起；诸位，请起。待大臣们唏嘘起身，他平静地向厅内吩咐：“黑伯，今日之内辟出专库，接纳诸位大臣的现金。”黑伯答应一声，疾步而出。 秦孝公环视厅中，微笑道：“诸位且莫伤感，金钱乃人世流火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用得其所，方为无价至宝；不得其所，同朽如粪土。纵然一国之君，概莫能外。秦国若有富强之日，赢渠梁当十倍偿还诸位。公孙长史，请记下赢渠梁。” 今日诺言，公孙贾拱手正色道：“遵命，臣将转于太史，刻简留存。”诸位以为何人堪当秘密特使？秦孝公收敛笑容，转了话题。甘龙慨然道：“此策乃景监将军谋划，将军必有成算，当以景监为使。” 赢钱亦赞同景监为特使，左庶长赢钱立即支持，我等赞同。公孙贾子岸杜志齐声表态。秦孝公点点头，似乎对大臣们出乎意料的一致，并没有感到意外。他看着景监，景监以为如何？景监躬身肃然回答：“赳赳老秦。” 共赴国难。秦孝公默默注视着景戒泪水骤然溢满了眼眶。四，秦国君臣在老林雨中感谢上苍。暮春初夏，虽说已是草长莺飞，但渭水平原的早晚还是颇有凉意的，尤其是河谷山口。 早晚时分的凉风尚有些许寒冷。太阳距离西山尚有一干之高，出城劳作的岳阳秦人便开始络绎不绝的回城了。但在城南越水岸边的高坡风口上，却有一个人久久站立，一任和风吹得他的长衫啪啪作响，仍旧没有离开。两丈之外的洼地里。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的守候着。秦孝公已经这样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个时辰，河中碧绿明亮的波涛已经变得金黄幽暗了，风中的暖意已经消退，暮色苍茫的原野弥漫出凉如秋水的萧瑟寒气。这一切，二十二岁的年轻君主。 都没有察觉，他只是遥望着已经淹没在暮色中的东方远山，长长的、沉重的叹息。分化六国所需要的万金之术虽然凑齐了，他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宽慰，反倒被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折磨的寝食难安。一想到母亲那慈和平静的笑容， 他心中就像刀割般难过。那天，郑世堂停议之后，他忙于听匆匆赶来的雍城令禀报民情，又商议确定了继续安定民心的方略。雍城令刚走，景监又急急赶来禀报派赴大梁的密探传回的急报，说魏、楚、赵三国大军按兵不动，详情不知。 两人商议了半天，还是揣摩不透发生了何种变故，决定继续筹集重金。不管发生何种变故，分化六国的方略不变。景监走后已是午夜，他正要站起来端详羊皮大图，却一头栽倒在书案上。醒来时分，白发如雪的母亲正坐在榻旁。 静静望着他，母亲没有流泪，甚至没有叹息。见他醒来，睁开眼睛，反而向他慈祥的微微一笑，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回身端过铜鼎，打开顶盖，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端过来，就要喂他。在赢渠良的记忆中，母亲从来没有喂过他吃饭，即或在孩提时候生了病。 母亲也要看着他自己坐起来吃饭。目下自己已经做了国君，年迈苍苍的母亲却端起了石鼎要喂他吃饭。赢渠良豁然坐起，掀开毛毡：“娘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”母亲又是微微一笑：“没事就好，也该没事。” 待赢渠良大口吃喝完毕，汗津津站起来时，母亲也从绣墩上站了起来，静静的看着儿子。渠良，娘有两千金，还有几件珠宝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让黑伯来搬走。骤然间，赢渠良泪水夺眶而出，娘。 你都知道了。母亲微笑着点点头。这两千金是秦国后宫四百年星星点点留下的，今日也派个正当用场。赢渠梁肃然跪在了母亲面前。娘，渠梁无能，使秦国蒙受耻辱，使一国太后蒙羞。渠梁请受责罚。 豁然脱去长衫，露出汗津津的脊梁。母亲扶起了他，替他穿好长衫，又为他拭去脸上的泪和汗，温和的斥责他：“渠梁大错了，娘岂不知能屈方能伸？都像你公父那样硬打硬挣，秦国未必成得大器。渠梁，娘知道你。” 老秦人就是缺乏个忍字，你有，娘信你。二十二岁的年轻国君第一次感到了白发亲娘的亲和温暖，忍不住抱住母亲，哽咽起来。母亲抱着他的头，抚摸着他的长发，一任他痛哭流涕。最后，娘对他说：“渠良，娘对你只有一个规矩。” 按时辰吃饭，最迟四更天睡觉。秦国的重担在你肩上，要有后劲儿。能答应娘吗？赢渠梁记得自己是认真点了头的。当黑伯带领内侍从太后庭院搬出两千金和珠宝时，赢渠梁派警监查点登记。 竟然发现母亲头上的金钗和平日须臾不离的一只珠玉枕也在里边，景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，执意要送回给太后。黑伯在旁边看得直抹眼泪，秦孝公默默挡住了景监，咬着牙吞回了自己的泪水。他知道，送回去才会真正令母亲伤心。 但是这两件弥足珍贵的东西对母亲毕竟是太重要了。那支剑形的金钗是周天子赐给先祖木公夫人的，上面有王室徽记和洛阳上方的古篆刻，是历代秦国第一夫人的标志，绝非一支寻常的金钗。那只朱玉枕，更是功夫公父秦献公着意为母亲精工打造的。 那是一块晶莹碧绿的蓝田玉，两端各镶嵌了一颗红得像火焰一样的珍珠。夜来入睡，小珍珠的悠悠微光总是将母亲的脸映衬得分外艳丽。更重要的是，公父将他的一把短剑重新熔铸，镶嵌在了两端枕顶。母亲告诉儿子，那是父亲在时时守护着他。 小妹之所以取名莹玉，正是据此“莹莹玉枕”而来。母亲虽是秦国太后，但毕竟也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失去了夫君的寡居女人。这两件东西，对于任何一个女子，都是不可能舍弃其中任何一件的。一件象征着她的尊贵身份，一件寄托着她的悠悠思念。 可如今，母亲是两件一齐拿了出来，而且还是那样平静的拿了出来。但是，赢渠良却从母亲那带有笑纹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的泪光，看见了母亲心田流淌的血。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。 在可，在饥，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这是母亲年轻美丽的时候最爱唱的小雅，那是妻子等待长久出征的夫君归来的一首歌。那时候，赢渠良不明白母亲为何总是唱这首让人只想哭、直喘不过气来的歌。 当他后来跨上战马，挥动长剑，冲锋陷阵归来时，他终于听懂了母亲的歌。奇怪的是，公父战死后，母亲就再也不唱这首歌了。那时候，迎渠良依然不懂母亲的心。这一次，年轻的国君觉得自己终于懂了，母亲的心田被犁下了那么多的伤口，却要给自己的儿子。 留下博大温暖的胸怀。身为人子，秦孝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愧疚，不愿多想，又不能不想。年轻的国君在寒冷的晚风中不能自拔了。猛然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他，一回身，颈肩已经丢掉马缰，疾步爬上高坡。 秦孝公心中一惊，莫非六国发兵了？颈肩上坡战定，气喘吁吁道：“君上，北地令遣使急报，赵国一队商旅越过夫尸，从我西北部穿过，向陇西戎狄族聚居区进发。北地军师抓住了一个掉队商人，严刑拷问，商人供出，商旅是赵国派出的秘密特使，他是特使护卫，使命如何还不知晓。” 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二章，国耻昭昭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期我们继续。